这好简单，可恶！什么还表演啊？电视剧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电视剧。啥？大嫂，最近的大嫂。唐朝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大嫂，唐朝在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。你刚才说两个字，现在变成四个字。高启强电视剧不就知道了？什么时候的电视剧？现在的，讲什么的？高启强。高启强。高启强，王彪。